着，你说什么？我请教相机。好吧。哦，没人，等一下。对象还在啊。哎，好心动，等一下。不过好像可以启动了，要现在启动吗？等一下，我先存档，先存档，先存档，我先出去存档，应该没关系。啊啊！放，我先放上足足，但是我还没启动，他会现在追我吗？应该不会吧，追我吗？我他还在，他还在。好 ，OK， 我先存个档。好好，先存档，先存档。然后我觉得他会追到哪里去啊？我等下往哪跑啊？左边、右边，等下只能往右边跑。但是右边他不会追上来啊？哦，还是？你为什么要追我？你为什么要追我？他为什么要追我？请问，像那些是哪会帮我啊？所以我要开始了吗？我觉得我一开始一定会吓到死掉。哦，烦哦！我已经使用过人手啦。启动他就会追我，我知道啊，但是他是要从哪里追我啊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是他站在这个位置开始追我，我怎么可能从那边跑啊？我怎么可能从右边跑啊？没有办法啊，他一出来就撞到我啦。有没有吓到你啊？我烦哦，你快点，我现在准备要让他追了。你看我现在面对他，我刚刚真的没有吓到你哦。有，你吓到我了。真的吗？我心里受伤了，真的，我快哭了。我现在在跟他，这叫什么？四目相交。四目相交。你是跟四眼？是四目鱼哦，是四目相交，相交。四目，等一下，我打给他们看。四目相交。绕房子圈圈之后上梯，哪个房子圈圈？四目相交。什么东西啦？嗯，刚才聊天是那个啊，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说哪一个房间有可以绕圈圈啊？应该是第一个吧？第一个哪可以绕圈圈？第一个啊，没有得绕啊？可以啦，哪有可以绕圈圈的地方？第一个啦，不管啦，我一开他就从那个门冲进来了啦。哦，我猜啦。试试看啊！开了，哦，开了。Open。你存档了吗？我存档了，启动了。启动了。家乡在叫。启动了。真的，各位观众，我启动它了。停下。我启动它了。不许它走很慢，你就它怎么在后面？对，他怎么在后面？没有，他，你有没有记得他纸条讲过的话？他说什么？他说雕像不坏，但他喜欢玩。哦，猪，米，藏。等一下，这个小心心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会啦。你怕什么？有我在。我喝个水。笑话，你好乖，我也在。真的是会没命哎！我说，所以我现在往哪走？
你不是拿到了？我没有发现啦，我暂停一按掉就看才看到啦。我想一下，那个雕像死掉了，你可以过去。什么雕像？我不要。我这边解完了，我不要再回去了。那已经吓死我了。对啊，我就说雕像那边可以过去啊。怎么雕像那边可以过去？啊，你不是茶水机启动了？对啊，然后嘞？啊，雕像是死掉，因为有放盐砖在里面呢。哦，你说那个雕像还是说这个雕像？黑雕像还是白雕像？白色那个美丽的雕像，把你吃掉那个雕像。啊，那我现在回去了。我来到一个，等一下就唱过。要换哪一个？外面传来下雨的声音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不安的感觉让我非常的不爽。下雨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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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消防系统的洒水装置，好痛哦！哦哦，超痛！等一下，你会不会扣血啊？眼睛渐渐的看不到了，全身像溶解一般，慢慢的不见了。哎，不能出去哎、欸。对对对，会被盐酸淋死啦。那对，那我要怎么走？再关掉它一次。那我们别的地方走了、啊。等一下，我去拿手机。我不要，你不要再走了。很快很快，乖。酸雨，对啊，酸雨，那我怎么办？作者在那边偷偷笑。酸雨，下完雨怎么可能？关掉洒水器。还要关掉、哦，这是一种折磨哎、欸，感到不安哦，要回去关掉。哦，会被雕像给，对啊，我就知道一定会被雕像给那个。啊！我要去尿尿，我想尿尿，吓到快想尿。哟呼！哟呼！哟呼！哎、欸，我准备要回去那个嘞。对啊，关。关了、啊。对。怎么办？只能关啦、啊。那我向下去，他就会开始追我啦、啊。你有先去触发那个下雨，如果没有下雨。触发了。就他说雕像很温驯啊，不会吓你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相信作者嘛。我每次相信他都被他骗。那相信我嘛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去关，走。乖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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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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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不会啦，感觉你每次按这个都很忐忑。对啊，哦，要存个档，好像搞了世界末日。那他现在到底怎么样？我现在能出去了吗？可以啊，你门关啦、啊，不是门啊，那个。那我现在可以走出去了吗？啊、可以啊，岩村。为什么他们都说会冲出来？不会，他们骗你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他们吓你的。You will trust me， 笑话，你要相信我啊！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会一直被吓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人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怎么有人？这边我不能走。那个岩川水不能踩啊！不是啊，不是、啊，不是、啊欸，岩川消掉了、欸。可是我还没有触发那个剧情哎、欸，我回去触发一下。哎呀，干嘛、啊？那个雕像死掉，哦，对了，哦，你不吓我啦！你这有什么好吓到的？我去触发一下这个人。这个人，他等下会不灵这样吗？他会不会？他如果他是阿娇，会很难过。你还没去触碰仓库的层，
还是哪里的城。然后刚不是已经点过了？不是，他还有其他的。其他人手。啊，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我要存档吗？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弄到哎、欸。我不想存档，我觉得这档有问题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想想看。上去吗？先不要吧，我们回眼、哦、去直接踩过去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又变黑了？哦，太黑了吧？对啊，我要不要先上二楼、哦？那你要先存档。好吧，先存档。嗯。每次都好像会自己吓自己，但是到后来我放松心情的时候就开始。过的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。我那边红红的，那不是消防栓吗？对啊，红红的。嘿。回忆还可以慢慢拿哦。怎么回事？还可以回来是不是？柜子里面有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柜子未开，对啊，那个柜子未开啊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们有个柜子没开吗？有啊。我们要去开开看吗？走吧。你现在柜子用什么开？我人手吗？怎么可能用人手啊？不然用什么开？好吧，试试看喽。试试看。晚安，哟吼。打不开的柜子，怎么可能用人手开啊？啊，我要上去了。他们说还要玩啊？他们说还要玩很久、欸，哎，是吗？你想想看，你人物才遇到第几个？不是啊，也不是，我也不是全部都拿吧？听说是十只手机啊。已经拿了八只。我说回忆啦，人那个人，回忆没有全部都要拿到才能的吧？哦，看超多的，还有六个哎。虽然我相信我看到，但是我更相信的是看不到的羁绊。已经要完结了，剩15%，好吧？剩15%，所以你很多东西都没有摸到了。哎呦，你们一进来就是黑的啊！不能开灯吗？不能啊，我不能开。想要开一个灯、哎。有手机哦。嗯，听到声音，听到。我很讨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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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教室太大了啦！我觉得你要极限跑步了。啊。噔噔噔，嗯嗯。快点去，快点去找手机。你这样是谁？找到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手机在这个位置啊。我想我做的梦应该是能够还原方案当时的情形吧。后来还要各有我跟你哥哥金黄古孔来，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跟好朋友说我的想法。但是他们会相信吗？好好讲话吧，你为什么？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怀疑了吧？要是我把这些想法抛空，想想我梦境到底会发生什么？结果呢？我的睡眠时间似乎越来越长，而且不定时。有时候我连自己是不是在睡觉都不知道。大家开始发现我的异样，便开始担心我。真对不起大家。我不是不故意跟大家说的，只是说我的某种能力跟梦里可以满足我所有我想要的，也可以看到真相。噔噔噔噔噔，重要的是，我想要再看看那女子，我想要知道是谁杀了阿娇。结果那天晚上我梦到一个可怕的画面，可怕的画面，然后呢？噔噔噔噔，先不要按掉。可怕的画面，然后呢？嗯，哎、欸，啊，然后你过来，应该没事吧？
那么，大概吧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拍拍手就能把灯打开来。等我这是什么歌啊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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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不要探索这一件。